业杯中学生常识问答比赛旨在培育精英，令学生在温故知新的同时积极了解社会的时事。今集我们就会继续播放比赛里面第三和第四场初级组准决赛的花絮。好啦，而家请台上的同学试一试个麦同埋个钟啊。首先是 APTX 4869。早晨，早晨。奥方斯队，大家好，我哋系奥方斯队。OK， 月华乐队，早晨，早晨。Lucky Twelve， Hi。OK， 唔该。好啦，咁啊，四队同学咁啊，准备好啦，我哋今日嘅比赛咧，马上就开始。咁啊，按照我哋嘅赛规咧，就会从左至右嘅队伍咧，顺序咁选择必答题 A、B、C、D 四组题目嘅。好啦，咁我哋第三场嘅比赛咧，现在开始啦。咁首先咧，我哋请 APTX 4869嘅同学选择 A、B、C、D 边组题目咧 ？A 嘅。公民教育选择题，辛亥革命指的是哪一次的起义呢？ A 武昌，啱嘅啊，武昌起义 A。 英文选择题 The party more exciting if Alex came along. A would be, B will be, C was. A 正確。资讯科技选择题，下列记忆体中储存容量最大的是 A 软碟、B 硬碟、C 光碟。 B 正確。地理题，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平原是亚马逊平原。错，应该是西西伯利亚平原。好了，跟住请奥方斯队的同学选择 B、C、D 哪组题目呢？C。 好，比賽開始。語文題，野火燒不盡，下一句是什麼呢？春風吹又生。正確。化學選擇題，下列變化屬於化學變化的是 A 光合作用， B 水的沸騰， C 用銅製作電線。 B 錯了，應該是 A 光合作用。數學題，一個製造商將產品標價為4200元，如果以八折出售，獲利15%，則呢件產品嘅成本係幾多呢？時間到啦，應該係2921.74元。地理题，世界上跨经度最广的国家是？俄罗斯。正确的。好了，请月华乐队的同学选择 B 或者 D 的题目。 B。 B for boy。 化学选择题，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 氯化氢的还原性比臭化氢强， B銀離子的氧化性比氫離子的強， C 單質點不具有還原性。 C 錯啊，應該是 B。 公民教育選擇題，每位旅客進入本澳的時候可以免稅攜帶葡萄酒幾多公升呢？ A 半公升， B 一公升， C 兩公升。 B 一公升。正確。體育選擇題，籃球在三分線外出手，同時對方犯規，可獲得執行多少次罰球的機會呢？ A 一次， B 兩次， C 三次。 C 三次。正確的。公民教育問答題，成語不恥下問出自春秋戰國時哪一部書呢？論語。正確的。好啦，最後 Lucky Twelve， 咁啊，你哋嘅題目咧就得翻 D 組啦，啊，請你準備。比賽開始。語文題，唐朝邊兩位詩人並稱為元伯呢？王中元、李白。錯啊，應該係元稹同埋白居易。數學題，雙曲線離心率為二，則漸近線嘅夾角係？
45度。錯啊，應該係60度或者120度。英文選擇題 ：The boy doesn't dance the others, but he sings best of all. A. As well as. B. So good as. C. More worse than. A. 正確嘅。地理常識題：世界含鹽度最高嘅湖泊係青海湖。錯，應該係死海嘅。好啦，咁接住嚟咧，請四隊嘅同學咧準備啦，我哋會進入搶答題嘅環節。好，比賽開始。地質選擇題：上盤相對上升，下盤相對下降嘅斷層叫做 A. 縱斷層 ，B. 逆斷層 ，C. 橫斷層。時間到啦，應該係 B. 逆斷層。天文選擇題：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 A 長征 APTX 469東方紅一號。正確。衛生常識選擇題：下列邊一項能夠感染艾滋病病毒 ？A 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握手 ，B 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性交 ，C 奧方斯對 B 與艾滋病病患者性交。正確。普通話題，請你用普通話講出呢個詞嘅普通話。APTX 469。幽默。請評判指示。正確嘅。物理題，家庭電腦中13安培嘅插頭嘅3根電線，分別係乜嘢電線呢？Lucky 12，但係嗰個時間夠啊，唔好意思嚇，所以唔可以作答啦。好啦，咁啊，答案咧應該係零線或者叫中線、火線、地線或者叫水線。第九題，環保選擇題。現時澳門每日大約產生幾多噸嘅垃圾 ？A. 300噸 ，B. 600噸 ，C. 900噸。時間夠，答案係600噸。經濟選擇題：澳門元與以下哪種貨幣掛鈎 ？A. 港元 ，B. 人民幣。APTX 港元。正確嘅。天文選擇題：神舟六號與乜嘢喺外形上沒有差別，形為推進艙、返回艙、軌道艙嘅三艙結構，重量 ？Lucky 12。神舟五號。正確嘅。歷史選擇題：清廷喺哪一年成立內閣 ？A. 公元1910年 ，B. 公元1911年 ，C. 公元1912年。月華，公元1910年。錯，應該係公元1911年啊。音樂選擇題：《給愛麗絲》係邊一位作家嘅作品？奧方，貝多芬。正確嘅。公民教育選擇題：在澳門最早開設的是哪一家銀行呢 ？A. 中國銀行 ，B. 大西洋。月華，大西洋銀行。正確的。國情教育選擇題：十二五規劃是哪一年提出的呢 ？A. 2010年 ，B. 2011年 ，C. 2012年。時間到啦，啊，係2011年嘅。濫藥知識選擇題：煙嘅邊種化學物能夠令到人上癮嘅咧 ？A. 焦油 ，B. 尼古丁 ，C. 一氧化。奧方斯頓。B. 尼古丁。正確。好啦，最後一題，科學選擇題 ：UINUX 係一種 A. 系統軟體 ，B. 應用軟體 ，C. 文書處理軟體。APTX 469。文書處理軟體。錯啦，應該係 A 系統軟體嘅。
好啦，咁所有題目問完啦，睇下呢個分數先。APTX 469 160分，奧方C隊190分，越華越隊160分 ，Lucky Twelve 140分。換言之咧，第三場嘅出線隊就係奧方C隊，恭喜曬！恭喜曬出線嘅隊伍。跟住落嚟，我哋就會睇下初級組最後一場準決賽嘅花絮。好啦，比賽開始前，咁請同學咧試一試麥同埋個鐘。首先係 PowerPoint。Good morning。Good morning。Morning。係咁對。大家好。TPAT。Hi。NVBM。大家好。你好。好啦，請各隊準備嚇。好啦，今晚我哋按照規矩啦，咁啊從左至右，首先請咧 PowerPoint 嘅同學選擇 A、B、C、D 邊組題目咧 ？C。C。比賽開始，書寫如喜歡用邊一個筆名寫作咧？老舍。老舍。正確。公民教育題，唐朝邊位詩人被賀知章稱為天上擲仙人？李白。正確。數學題，兩個正圓錐體的底半徑的比是3:4，若果它的高的比也是3:4，問它們的曲面積的比是多少？9:16。正確。英文選擇題，The cost for the project ran to $30 billion。A into B up C over over 錯，應該是 ran up to。 好了，跟住請係咁對的同學，請你選擇 A、B、D 邊組題目呢？ B。 B for boy。 時事選擇題，香港旺角10月15日發生了什麼事件令到6名途人受傷呢？ A 煤氣管爆炸， B 玻璃瓶從天而降，C 腐蝕液體從天而降。 A 錯的，應該是 C 腐蝕液體從天而降。資訊科技選擇題，繁體字齊倉頡是怎樣輸入？ A 卜火， B 卜中， C 卜南。 C 正確的。地理問答題，有一位建築師想要建造一座房子，房子四面的窗户都對住北方，應當話呢樣嘅房子是可能的，你認為應該建在南極？正確的。體育選擇題，一般而言，如射擊、射箭等需要良好視力項目的選手，對哪種維生素的需求量比較大呢？ A 維生素 A， B 維生素 D，C 維生素 E。 A 正確的。好了，跟住請 TPAT 的同學，請你選擇 A 或者 D 的題目。 D。 D for dog。 比賽開始，語文題，巴金的第一部小說叫做什麼名呢？時間到了，應該是滅亡。公民教育問答題，所謂的堪輿學，即是俗稱的體什麼呢？風水。正確。數學題，一個等比數列首項是6，最後一項是1458，以及該等比數列的和是2184，則等比數列的公比是？時間到了，應該是3。時事選擇題，澳門青年指標2010社會調查結果顯示，青年最常參與的餘下活動是 A 看電視， B 打波， C 上網。 C 正確。好了，那麼最後 MVBM 的同學呢，就得回 A 組的題目了，請你準備。化學選擇題，在同温同壓下，相同體積的不同氣體間的關係是 A 它們的密度一定不同，
B 含有分子數一定相同 ，C 含有嘅分子數一定不同。C 錯，應該係 B。公民教育選擇題，俗稱美牙，即係農曆嘅幾月幾號呢 ？A 十二月十四 ，B 十二月十五 ，C 十二月十六。B 錯，應該係 C。地理題，世界上熱帶雨林面積最大嘅國家係巴西。正確嘅。公民教育選擇題，哪一天為世界環境日 ？A 六月五日 ，B 六月十五日 ，C 六月二十五日。C 錯，應該係六月五日嘅。馬上咧進入嘅就係搶答題嘅環節啊！咁啊，請各位同學準備。好，比賽開始。地質選擇題：燕山構造運動階段屬於 A 新生代、B 中生代、C 古生代。時間到啦，應該係中生代。天文選擇題：月球表面有好多嘅海。例如寧靜海、澄海、濕海等等，呢啲海係指 A 如同地球上面嘅湖泊或者海洋 ；B 月球上面大量灰塵如同海洋一般 ；C 月球表面平坦廣大嘅地面同埋隕石所造成。係咁對。C 正確。衛生常識選擇題：輸錯血點解會致命呢 ？A 紅血球凝集。B 白血球凝集 ，C 抗體減少。PowerPoint A 紅血球凝集。正確。普通話題，請你用普通話講出呢個詞。PowerPoint 專欄。錯啦，應該今次唔使麻煩評判啦嚇，應該係專件。生活常識選擇題，澳門基本法一共有幾多條呢 ？A 一百四十五條。B 154條 ，C 136條。時間夠啦，應該係 A 145條。物理題：摩擦後嘅毛皮同埋絲綢靠近，會出現乜嘢現象呢 ？MVBM 靜電反應。唔啱啦啊！答案應該係吸引嘅。第九題環保題。路環污水廠於哪一年開始運作 ？A. 1998年 ，B. 1999年 ，C. 2000年。時間夠嚇，答案係1999年嘅。經濟選擇題：哪一個政府部門係監管本澳金融機構 ？A. 金融管理局 ，B. 財政局。C 貿易係咁對，財政局錯㗎，我重複一次題目。MVBM A 金融管理局正確嘅。英文嘅聽力題嚇，同學請留心。How's my favourite shop assistant today? Oh, good morning, Janet. It's assistant manager actually. So sorry, darling. Assistant manager. Now, I do hope you can help me.I'm looking for a very special gift for a very special person. Oh, I'm sure we can help you there, madam. Is it for a gentleman or a lady? A gentleman. Fine jewellery looks so lovely on a man. Don't you agree? In that case, let me show you these cufflinks. And here are some very nice tie clips. Those watches look rather nice. Yes, but the latest model isn't available, and it's important to have the latest model, don't you think? Not necessarily. I always say that styl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ashion. The question is, why is it that Janet does not require the latest model for a gift? All right, 時間夠嚇。答案係 ，to her styl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ashion。天文選擇題，
乜嘢係一種利用排出物質以達質心改變而前進嘅載具 ？A. 火箭 B. 太空梭 C. 太空探測船。MVBM A 火箭，正確嘅。PISA 題：大峽谷位於美國沙漠，谷底深達 1.6 公里，一日嘅温度變化介乎零至40攝氏度之間。儘管氣候同埋地理環境十分極端，大峽谷嘅岩石石縫裏偶然仍有水分嘅存在。專家認為，大峽谷形成自遠古嘅地殼運動及長年累月嘅風吹雨打、冷熱煎熬等侵蝕嘅作用，喺其宏偉壯觀嘅峽谷裏更分佈著唔同嘅岩石層。問題係關於大峽谷嘅描述裡面唔正確嘅係 A， 只要自然侵蝕不停止，大峽谷嘅面貌仍會不斷被改變。B， 在大峽谷惡劣的環境中不會有任何的生命存在。 C， 岩石石縫中的水結冰後體積增加。 B， 在大峽谷惡劣的環境中不會有任何生命存在。正確的。Yes。 第二條的 PISA 題，考古學家從大峽谷的石灰岩內發掘出大量的海洋動物化石，試說明這些化石出現的原因。好了，時間夠哈，咁答案應該是大峽谷曾經是一片汪洋。歷史選擇題：清朝中央機構開始半殖民地化的標誌是 A 設立總理衙門 ，B 設立外務部 ，C 慈禧太后垂簾聽政。MVBM B。錯啊，應該是 A 的，設立總理衙門。音樂選擇題，蕭邦以演奏什麼樂器出名的？ MBBM 鋼琴。正確的。公民教育選擇題，立法會議員在提出法案或其修訂提案時，簽署人數最多不超過多少名？ A 6名 B 7名 C 8名。TPAT 八名，錯啊，應該是六名的。好，國情教育選擇題，十二五規劃是到哪一年的計劃呢？ A 2015年 B 2016年 C 2014年。是這樣對。2016年錯啊，應該是 A 2015年的。濫藥知識選擇題，因吸煙有可能導致的疾病是 A 皮膚病 B 腎病 C 肺癌。是這樣對。 C 正確。最後一題科學選擇題， JAVA 是屬於哪一種語言呢？ A 組合語言 B 機器語言 C 高階語言。 MVBM 組合語言。錯啊，應該是 C 高階語言的。好啦，咁啊，呢場嘅比賽都結束啦，我們一起嚟睇下成績先。PowerPoint 180分，係咁對170分 ，TPAT 140分 ，MVBM 120分。咁換言之咧，出線嘅隊伍就係 PowerPoint 嘅，恭喜曬！再次恭喜曬出線嘅隊伍，四隊初級組嘅出線隊伍都誕生咗啦。下一集我哋就會睇下第一同埋第二場嘅高級組準決賽嘅花絮。想知道高級組入面出線入到總決賽的隊伍是哪一隊，就記住留意下一集啦。